教细路掟猫落楼，黑心女被拍断正。呢、這个广州女仔捉住只猫仔，唔系啊嘛？点知个细路女居然真系有样学样，掟完猫仔仲拍拍手，展示自己嘅杰作。网友将段片放上网，话事发喺星期六朝早，个女仔教唆侄女喺三楼掟只猫咪落楼，个女仔仲笑笑口抱起侄女，睇下只猫系咪有九条命唔死得。虽然镜头影唔到只猫，但就见到女仔笑住走。有网友话三楼嘅高度猫咪应该冇咩事，但系教侄女掟猫落街，简直系脑残，教坏细路啊！